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1月14号，我现在在观塘道，现在是放工时间呢，都几塞车下。很多人在等车，其实现在是7点17分了，这座 building 是 OPC building 啦，上面咧都好多食肆噶。而家因為封關咧，都停止咗辦公啦。
家我哋入嚟 APM 行一陣間啦。對面 Apple Shop。而家開始佈置聖誕啦，跟住就俾人睇啦，可能跟住。松本清我會啦，我專登走過嚟俾你急急急急，你就叫你特登邀請你睇落嚟，幫眼佢想睇我睇睇。
黑勁大聲。都很多市民在這裡吃緊晚餐，這邊就是無印良品。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，临走前请记得俾个 like， 同埋免费订阅我频道喎，下次见，拜拜。